告诉你，姐大学的时候是女子搏击冠军。嚯，这还是家吗？杜若楠，你已经触及我的人生底线了，这地方还能住吗？我要崩溃了好吗？你是不是没洗澡，没洗头，没刷牙？别躺了，四肢都要退化了，走，出去运动运动。拳击是逆向运动，也就是说，你每当出一次重拳的时候，需要后退一步才能更好的发力。你现在处于一个退后的阶段，需要制胜一击。你可以把这个擂台当作是职场，把我当作是对手，来，尽情的发泄你的怒火吧。你确定？虽然我是业余的，但是赢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来。告诉你，姐大学的时候是女子搏击冠军。哇，这么辣！还好啦，我上次跟斯德莱点的锅底比这个还要辣。我以前每次想哭的时候，我就会来吃麻辣锅，点那种最辣的锅底，然后把自己辣得直流眼泪。这样子我想哭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在哭了。难过就哭出来，想思达了呢就去找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很了解思达，思达是一个很乖、很努力、很认真的孩子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绝对不会说他要退出的。可是我又能怎么样？现在这种情况，他跟着我也是受罪。唉，我以前每次有挫折的时候，我都会跟我自己说，一定能够谷底反弹，熬着熬着就过去了。但是熬久了也会没有自信，就很像橡皮筋。拉久了都会磨损，我现在就是那条断掉的橡皮筋。赶快吃吧，这菜都烂了。辣你还吃？如果我不全吃了，那你还得去吃。这锅这么辣，伤胃。吃完带你去个地方。